会自动呢。对。它自己攻。哒哒哒哒哒，把成功打完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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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哒哒哒。穿件外套。现在不要，你要睡觉，我要再睡觉。我七点钟再帮你试做，七点钟，转过来，你们先上来再睡一会儿，好不好？阿群，今天早上吃早餐，吃。饼加汉姆蛋，还有配牛奶，抹了一点那个番茄饮的番茄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啊！它干了要配一点牛奶。放旁边，再过去，对，从尖尖的地方开始咬，好像有两个尖尖的，可以选一个咬，把它咬下去，你手再移下去一点，然后另外一边就尖尖的又出来了。要多嚼一嚼，这个很韧。这是年糕。年糕长什么样子？这个吗？尖尖的，看哪个比较尖，大口咬下去，尖尖的。松开的话，用手把它捏起来，捏紧一点。吃午餐，今天的午餐是炒饭。然后还有菜菜，等一下还有水饺。拿蛋蛋，你拿蛋蛋，没有蛋蛋了。拿蛋蛋。啊，蛋蛋用完了。下次再给你们蛋蛋。青青，蛋已经没有了，蛋已经用完了。好了，不闹不闹了。青青，没有蛋了，青青，下次再给你用。蛋蛋，嘿嘿，就把我拿，我不要说。还有请吃晚餐，接好接好接好，拜托你接好。今天我们来吃八方月，我跟泡泡爷爷一起，下载一个洞，超新鲜的。芭比今天在上班，说很晚下班。我们来吃八方月。
吃饱饱啊，圈圈现在吃了一碗面，好，等一下还有一碗饭，满满的菜。圈圈最近食量很大啊。高方月好好吃啊。拿什么？把我拿狗尾贝贝。狗尾贝贝，你的狗尾贝贝，还有你的青娃娃。九。好了，睡觉了。那丢准？哦，那丢准？有丢准呢、啊。哦、啊，你好久没有回家睡觉了。这个啦，这个我可以用这个吗？还有啦，这啦。我可以用这个吗？那个放着，那个下一个牙膏再用，橘牙膏的东西。下哪个牙膏？明天礼拜几？礼拜五。礼拜一。礼拜一，你用那个果冻就错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想拿果冻，我拿果冻。然后明天芭比送你去学校啊，可以吗？那你怎么办？我要上班了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三个人啦。哦，呵呵，好了，群群晚安。有没有困难？啊，群群。婆婆的，婆婆的。这是什么叫我？妈咪叫你我芭比。嗯。嘿。
我的弟弟。